我吃的就是这个螺蛳粉，刚才那个太烫了，所以说凉一下再吃这个，还是很烫，不要等多久，所以没办法，先吃了吧。这段时间好久没拍螺蛳粉，天气太热了，没开风扇，因为开了风扇太吵了，不敢开。这个螺蛳粉真的特别爽，配料多，辣的要根据你们的口味放啊。比如说我不吃辣的，一大堆辣的倒下去，人家吃不了。说真的，一包螺蛳粉煮也挺多了，特别多，这一兜都满满满满。你在照片看起来不是很大，这个锅，但是这个锅挺大的，饭量小的话两个人够吃了。看这，就这样子吧，拜拜。